虎扑11月9日讯苏格兰超级联赛中，杰拉德执教的格拉斯哥流浪者主场8-0大比分狂胜汉密尔顿，继续排在积分榜首位。目前格拉斯哥流浪者积38分，比排名第二的凯尔特人多赛两场，领先9分。上半场第16分钟，阿菲尔德为流浪者先下一城。第18分钟和第19分钟，鲁夫和阿瑞比连入两球。第36分钟阿瑞比梅开二度。半场结束，格拉斯哥流浪者已经4-0领先对手。下半场第54分钟鲁夫再下一城。第62分钟贝克破门。第65分钟塔维尼耶主罚点球命中。第69分钟塔维尼耶再度破门，帮助格拉斯哥流浪者8-0狂胜。本场比赛格拉斯哥流浪者的控球率达到 77%， 完成了24次射门，其中14次射正，而汉密尔顿没有一脚射门。目前杰拉德执教的格拉斯哥流浪者在各项赛事中保持不败，已经打入了54球，在20场比赛中完成了16次零封。